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大家国人都非常的关心现在每天疫情的这个变化。那么今天在增加13个本土病例。那主要是这样这个狮子会的会长那么他昨天传这个传给10个人。今天再增加这个案子再增加9个人，他又传给了9个人那另外这个万华的地方新增了3个这个工作的女性，那他们呢分属不同的这个才艺馆。那另外呢现在知道说这个芦洲这个案子跟宜兰这个案子的基因定序是一样的，所以呢陈时中部长特别讲还不会进入第三级，好像有一点点比较放心一点点。那今天我们要来追踪，其实依然完全不可掉以轻心。那么另外是这个今天有很多专家都说，其实这等同已经几乎要进入第三级了。那大家都知道第三级非同小可，对我们的这个百姓的生活影响这个非常的重大那所以才会有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说有可能封城。那另外是柯文哲市长也说要大量快筛，也有人主张要普筛那国民党今天说既然这么严重，应该要买中国疫苗这个才能够救台湾。这个今天全台湾发生大停电，那么为什么新达电厂会跳电呢？以及美国首次同意台湾发射这个 M120 的这个空对空飞弹今天我们都要来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来宾有民进党的立委刘兆豪刘委员，洪仪哥好，大家好。另外呢是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洪仪哥好，大家好。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大家好。那另外呢是中山这个附设医院的医师林静怡林医师，洪仪哥好，大家晚安。以及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老师，洪仪哥好，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康仁俊，洪仪哥好，大家好。那待会儿这个我们这个前台大感染科的医师林世璧林医师也会加入那今天这个 CDC 公布新增13个本土病例，来我们来看分析啊。25例的案例12例是境外，13例是本土。一口气再新增13例本土个案，其中狮子会群聚案再新增9人，因为还按1203一同聚餐而确诊，分别为7男2女，年龄介在30多岁到80多岁间。总计狮子会群聚案已经累积20人确诊。1203可能跟刚刚我们在万华区域是会有一些关联，在5月4号他有在这个台北市万华区抹茶艺馆这个就跟这里面。那刚刚另外一张大家看到有很多的茶艺馆跟饮酒店指挥官陈时中证实狮子会群聚案和台北万华染疫者之间有人与人的连结，而万华茶艺馆群聚案确诊者也跟着增加，按1247、1252、1254分别为30到50多岁女性，分别在万华三家不同的茶艺馆工作，加上按124960多岁男性，因为长期在万华区活动，研判跟茶艺馆群聚案有地缘相关性，加上前一天公布的个案，总计万华茶艺馆相关群聚一共有7人确诊。在万华里面基本上现在还没有串起来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说到底是群聚还不是还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在里面，我们现在是定位现在是在目前有相关性但是还在调查中。本土个案持续增加，指挥中心抽丝剥茧要找出其中关联性。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慢慢可以厘清它整个关系了。也就是说这个狮子会的前会长传染给昨天传染给十个人，今天再传染给九个人，可是他有去茶艺馆这个光顾那而且可能人与人连结可能就很亲密的这个接触。然后呢宜兰游艺场的群聚案是因为他们的员工跟这里其实有工作互相的支援。那今天再新增这三位是不同的茶艺馆。那另外是有一位新增的这个确诊病例是60几岁的男性，他也常去万华，
但是感染源不明。所以呢，今天呢、啊，陈时中部长这样讲啊，他说这个慢慢的有源头的迹象了，因为芦洲宜兰的确诊个案与诺富特饭店染疫个案的基因定序完全一样，因此这两者可能有关啊。好，那这个事情基因定序啊，跟宜兰跟芦洲可能有关，是一个很重大的进展。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华航机师染疫风暴一路烧到诺富特，关键期还没过完，又再爆出大量本土个案，指挥中心抽丝剥茧，找出其中关联。他们这些基因定序又跟华航事件、诺富特事件的最主要的那一群，这个九个里面最大的这一群的基因定序，又跟宜兰还有这个芦洲他们的定序是完全相同。基因定序相同，让升级几率稍微降低。目前确定诺富特案和芦洲狮子会以及罗东有一场指标个案，按1202三人基因定序完全相同，所以也不是特别针对华诺富特某一个个案。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从这样的定序知道说究竟是哪一个华航诺富特事件的个案传给他们。芦洲的病例跟我们在万华区的病例是有人跟人的接触，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人跟人的接触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比较能够确定。这句话语带玄机，从确诊者足迹中追查，确诊狮子会前会长5月4号晚间前往万华某茶艺馆，其中两间茶艺馆爆出个案，又发现当中有人5月9号、5月10号到了罗东银河百家乐，出现另一起又异常群聚。另外基隆妇人案1217也和万华群聚有相关，不排除传播链可能。是诺富特的员工曾经有过足迹到过这个宜兰到过在这宜兰，不过因为他去的地方也不是这几个游戏场，但不过我们是需要进一步再去做连结。个案一次报太多，一一确认还需要时间，但至少基因序列相同，足迹也有重复，多少让疫调单位有迹可循。好，那么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林医师哦，这个跟华航的基因定序的一样，芦洲跟宜兰这个是不是代表说，其实它的源头是来自诺富特？比较有这个可能性啦，因为这种 RNA 病毒它突变非常快，突变过程它传染过去，这个过程中它很容易出现 DNA 的这个序列的转变，那所以如果说这个病毒是已经在，比方说假设这个万华或者是宜兰这边的病毒是台湾本土内部已经蔓延很久的一个病毒的话，它的 DNA 序列一定会跟诺富特这个从国外刚进来的会不一样，好，你就发现那个 DNA 序列上面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他们两个 DNA 序列一模一样的情况之下，那大概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在包含这个宜兰啦，或者是这个新北这边所看到的这一支病毒，应该也是最近刚进来，而且它最近进来的应该跟诺富特进来的是同一款。那你这样看，所有的破口里面，大概就是从诺富特那边进来，是台湾目前为止这个病毒的破口。而且很多人之前一直有人在讲说啊，疫情那么稳定是假的啦，一定盖牌啦，内部会这个什么隐匿啦，有隐形传播链啦。去年还说有什么隐形传染者啦，讲的人家像鬼一样。你这样子看好了，你一个狮子会的这个会长，他这样子跟大家出吃饭啦、唱歌啦等等，跑了几个地方，你就在三个县市出现感染者你怎么样去想象说，如果我们国内还有其他的感染源，他怎么有办法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人出现感染的状况？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就是说，这个应该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所谓的机师相关的破口。那么这个破口呢，因为人跟人的连结，人跟人的流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一直强调上个周末是母亲节了，母亲节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活动，连假期间很多活动，而且现在看到一些受感染的人，他其实可能在职业或者是他的这个生活上面，他其实比较真的就是就这两天不要弄啊就救哎，这一波病毒，因为之前有提到这个病毒跟之前所谓的英国突变的那一株应该是类似哦，所以那一株来讲，它的感染的能力变得比较强，那可以看到这样真的很证实说它能力是强的，所以只要这个过程中没有做好适当的防护。是，就非常的松懈，那他的传染力就变得很强了。请记得哦，陈时中部长讲的不是说我们不会哦，他讲的是我们还不会进入第三级，表示未来是有可能进入第三级。接下来这个礼拜我觉得是重点啦，也就是现在我说这个礼拜一定会有新的确诊者，
一定会有，你每天看到确诊者都不用怕。可是你新的确诊者如果都是比方说是万华这个案子追出来的人，或者是说像这一次是这个狮子会这边追出来的，目前正在框列已经被框列在家隔离这些，那就不用担心嘛。是，那如果是比方说突然之间发现什么嘉义来一个，台东来一个，然后跟这些人通通都没接触，那这样当然会比较担心一点。了解，这个万华阿公店个案啊，这个在5月9号跟5月19号也去过罗东银河百家乐，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范老师，所以是不是他们其实工作是互相支援的？对，这个现在我觉得今天这个轮廓比较清晰了，就是万华的那个阿公店，那个跟茶艺馆，他跟这个罗东的这个所谓的到底叫茶艺馆还是叫阿公店还是叫爹爹嘛？都可以，都可以，还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待会来解释一下习惯的名称。事实上，万华那边刚刚讲他阿公店是我们俗称呐，他的扛棒不会写阿公店，他一定他会有茶艺馆他会有清家一开始叫做清茶店然后他可能会有歌友会，你哪跨点歌友会，还跨两只卡拉麦克风哎，一块马席。这个是一个俗称啊，但是我们刚才就说，这些茶艺馆的这些跟这个宜兰这边已经连接在一起了，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1217在基隆这一位，他说他是到万华来卖茶，他摆摊，还是他那个茶是卖给茶艺馆呢？还是他在茶艺馆里面卖茶？现在大家不清楚了，反正也产生出连接了，那现在就比较就是说，到底华航跟这些这个阿公娘那些有什么关系？或华航跟狮子会有什么关系？那有一说啦，说那个华航的司机，常常在这个芦洲那附近活动，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或者会不会有华航的机师有参加狮子会？因为狮子会也是这一方就是德高望重啊，或者很有钱的人嘛，那机师收入也蛮高的，也有可能参加嘛，这个要再厘清了哈。不过真的这个会长哇，太厉害了，昨天9个，因为他。昨天十个，对，今天19个，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狮子王啊！他不是狮子会会长，狮子王太厉害了，感染这么快，对，这么多个，而且他还去这个那个阿公店去那边消费。但是现在我们至少已经找出框列出这些状况的话，就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觉得今天大家的担心是会比较降低了，没有像昨天那么的惶恐，是对未来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乐观一点，不过很多专家都很担心哦，对，都认为说可能会进入第三级哈，或者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来，我再请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有讨论到1217是基隆那个妇人嘛，公里五里百搭嘛，结果啊，有去参加进香团去高雄嘛，现在查出来啊，讲基隆的妇人足迹啊，时常出现在万华。时间点大多落在下午跟晚上，我猜一开始他不敢讲，后来用手机下去查，才查出来说，哦，原来你的工作地点很多是在万华，是传出平时也会到万华摆摊卖茶。哎，请教任俊兄，为什么卖茶就卖茶，为什么要加引号啊？茶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卖的不是真正的茶叶，就比如说我讲网络上面有些用语，他会跟你讲说啊，这个 David 都未来，那基本上它代表的其实是特种行业 的意思哦。对，不过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以万华的这件事情，事实上因为这一次有两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茶艺店嘛，那茶艺店基本上是这样啊，因为刚刚资深有稍微有解释嘛，就是说各地名称不同，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他们在登记的时候都是登记小吃业对小吃店啊，简单讲它不是八大。那他其实在规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以小吃店来讲就是过去你讲山水街小吃店卡拉 OK， 我跟你讲卡拉 OK 嘛，剩小吃店他真的在营业登记的时候，他是会登记小吃店，因为他可以规避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会讲他里面有陪侍，对不对？他说我啊，我就是我有服务生啊，所以他其实可以规掉很多东西。所以以在这一行来讲，我先讲一下，因为我们家长辈以前有人开类似的这个行业那所以他会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来宾了，真的，我一直在想说我不要蒙脸。然后我再提一下，就是以山水街来讲，山水街其实在万华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山水街它那个街口地方有一个就是万华茶室的文化老街的一个扛棒，就在那个地方。那
万华茶室的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讲说它就是台北另类的红灯区啊。嗯，所以我从我讲红灯区，大家就比较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山水街的这些地方，或者以茶艺店来讲，会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担心。你看他这次也特别讲说，他是不是有陪侍的行为，像这个接触里面。嗯，那所以以他这个茶艺店来讲啊，比如说像阿公店，有人是讲啊，因为迄起的人年岁拢较大啦。嗯，啊，所以咧大家拢看起来拢阿公一款的，所以他就变成阿公店。所以茶室不卖茶，或茶艺店不卖茶，其实在这些地方，比如义井二重埔那边、沙顶埔一边啊，阿是这个艋舺这边，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茶室只是另外一个的代名词而已。我觉得那当然也有 很光明正大的茶室，他就是跟你喝茶聊天或是怎样。所以这两家实质营业的状况，说真的，我们现在也不去作为揣测。但是因为它的流动，为什么在这次里面会让大家觉得比较担忧的？其实有一个原因哦，它的生态比较麻烦。也就是说，第一个有可能小姐她可能会轮流跑了哦，这当然是有一种。那另外一个就是熟客其实也会轮流跑，嗯，也就是我可能有习惯这一家，就像以前哪就有人客也讲啊，我这间袂歹啊，无咧我跟你讲，迄间阁袂歹，所以我有可能有一次有可能会一个晚上跑去两家。那这里面的传播链的感染，比如说第一个是说里面的小姐有可能会接触，哦，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店有些是用小吃店的名义，对不对？嗯，可是小吃店也不见得他的东西是他自己做的。像现在有很多都是一条边的服务了，也就是可能从街头到巷尾这条路，比如说十间拢我给你包，包啥你知道？包餐饮的服务，比如你搞我点菜，我内底可能无剩嘛，上菜去，嘿，我都这类的给你上，所以我可能一个晚上一个送菜人有可能会跑好几家，嗯，然后就传染了，哎，对，就它有很多的传染源，就这些为什么会一直围绕在这附近跑？所以你现在看这几个有公布的地点，大概不会每一个是艋舺头，一个艋舺尾，它大概都是固定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疫调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必须就是说，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可能第一个发病的是哪一个人，可是到底谁是真正的第一个传染者，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在追查上是有一些困难，因为他里面会在这个地方流动的人不是只有小姐而已，客人也会，服务的人也会，包含到什么你来店里是有卡拉 OK， 不好意思，狮子会会长去那去给我们传染，哎，欸，对，这个不知道，因为我刚刚不是他传染给别人的，就是，但问题是像是头一个，对，起码我刚刚已经嘛拍查，戴口罩，然后要做好实名制，这个要请店家务必配合。不止举牌，还拿着大声公远景突袭茶室，大声放纵宣导防疫，员工都要实名制。万华茶室接连爆出确诊，短短两天就出现五例，不止附近邻居恐慌，连内部员工都不敢来上班。成人就有消毒的，成人就不能有那种消毒，自己怕就回去了。满满的都是茶艺馆，这密度超高的，而且在短短的百米的空间里面，竟然就有这么多家。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非常多的确诊者，当时就是经过这个地方的足迹，而且我们现场可以发现，其实不止这里的客源复杂，连环境也相对复杂。在5-6年前，俗称伊拉克的外籍女子大举入侵华西街茶。他们多半是非法拘留或是假结婚来台的幽灵人口，再加上寻欢客人也不愿留下个资，茶室卖媚双方的意调完整列册根本不可能。直击茶室每一间包厢几乎不到3坪，现在茶室接连爆发确诊，跟内部文化恐怕有关联。因为茶室小姐并没有长期固定店家，接触的顾客来来往往就有传染风险。另外跟客人又有肌肤接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又没有戴口罩，再加上隐私问题，连实联制通通都没有。基本上是不会戴口罩哎，现在各大的那个酒店啊，或是 KTV 啊，都是必须要实名制，那我们这边也不用。连两天总共5例确诊，已经造成民众恐慌。我觉得好，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呢，我觉得其实很有人性哈，用的都很含蓄哈，人与人的连结找到了哈。好，因为今天又40几岁、30几岁、50几岁的女性，分别在台北市万华3家不同的茶艺馆工作哈。换句话说，起码安尼扣件几落斤呢？对，几落斤呢？可是。那个会长也只有一间去玩一家啊，来，我不知道像刚才仁俊哥讲那个文化生态，等于讲，你看那个画面哦，其实因为艋舺本来在早期台北发迹，所以它那个路都小小的嘛，巷子都小小，即便山水街那边，所以它其实距离很近。一开始120跟121一个枫，它叫枫叶清茶。店跟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宏大茶艺馆嘛，其实它差300公尺那样。对啊，那些小姐她们其实哈，就其实他们是公台啦，所谓公台就是说哇这里
啊，洗干净我的赚。嗯，哦，所以他可能这家店支援那家店，那家店支援这家，哦，这个都有可能的。哦，然后因为都在巷子，这个小姐转这个店转那个店，对，都有可能。啊，对，因为如果经营行李后没位啊，啊，你刚刚哇哇隔壁近啊，我那小姐对你贵，嗯，那我可能啊，这个东西一往一来之间哦，因为它范围又很小。是，那我要讲的是说，漫画家其实为什么这里？感觉上哈，它的这个群聚的不确定性这么高，嗯，因为第一，这边刚刚讲这边茶具馆的密度甚广呢，哈，嗯，加差不多今天光台北市政府就封了170间左右，172家，对，172家，所以你知道那个密度很高，嗯，不只是只有茶艺店的风险，嗯，它周边这一些中比较中低阶的人，对，相对风险也是高。哦，住你万家的朋友要小心哦，哈，因为你不晓得病毒到底在哪里，这个是啊，这个 ET Today 新闻云。他们拿到的，因为在这里茶艺馆工作的这些这个女性，她们也有群组，嗯，哦，那他们的群组啊说啊，我也不上班了，说可能客人也要休息一阵子了，不敢来了，哦，是很重要，大家平安为重了，没有客人敢来了啦，现在怎么办啊？姐妹讨论看看怎么处理啊。新闻报这么大，哦，谁还敢来啊，哦，昨晚有说从今天开始客人一定要实名制，所以客人更不敢来了、哦，这个最重要。他说啊，某某店说现在有4-5个发烧了，所以这几天啊，有去哪里的姐妹自己要注意一下。4-5个人发烧呢，哈，事情。因为他们这些店呢，嗯，他们刚讲过了，送餐的可能是送好几家，同一个人在跑。他们其实 KTV 灌歌人员，因为他 KTV 需要有人去灌更新 update，嗯，灌歌人员也是好几家跑，我这一家灌完换那一家，然后在里面工作的女性也可能会轮流好几家跑。去的顾客可能也都会，哎，这一次光顾 A 家，下一次我光顾 B 家，嗯。人员都会互相交流，互相流动，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那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他们的这个消费方式比较特别，所以他们很可能在议调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愿意的坦白公出，嗯，那如果你没有在议调的时候完全诚实以对，你就会造成我们没办法框好框满。如果你没有框好框满，有一只漏网之鱼，这只鱼可能就会有它自己的社交圈，又会是另外一个产生另外一个群组。这也是为什么我有问说，哎，其实陈时中昨天晚上非常苦恼，嗯，他的苦恼就在于，如果议调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吐实的话，该怎么处理？嗯，好，所以今天做出了新的处理，就是发细胞简讯，嗯，让你们这些有趣的人，你们没有告诉别人的，你们自己知道你们有趣的，嗯，你们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在万华区也设立了采检站，嗯，而这个采检站，陈时中也特别呼吁媒体，你们不要去拍，因为去拍的，大家不敢去，对，你只要去拍了就有可能出家庭问题，对，就会出家庭问题，因为没有人想要曝光嘛，嗯，所以你们不可以去拍，不可以让这些人曝光，让这些心中曾经去有疑虑，因为他们曾经去消费的人能够在一个被保护的安全的状况底下去进行采检，嗯，这才能够让我们框好框满，不会有漏网之鱼。那个狮子会的会长第一天就没有公没有出来，啊，他只讲他去三个地方，还记不记得？嗯嗯，他去婚宴会馆交接，嗯，然后去餐厅去按摩，他就讲三个地方呢。对，所以第一天公布的时候，对，所以他第一天公布只有三个，然后今天比较详细的议调出来的时候，陈时中是拿出2个板子，嗯，一拿出来的时候，哇，现场的记者哇，这么丰富的这个行程表也实在活动力，所以陈时中有说他的活动力是蛮强的，嗯，的确啦，就一般人的活动力看起来。的确没有这位狮子会长这这这会长真的提拉如何，可是我们要感谢这个会长，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吐实了，嗯，他还是讲出了2大张满满的，你能不吐实吗？
你的手机告诉我你在这里。而且邢安日他现在哦，你去看他的 CT 值哦，他的 CT 值是18哦，很强，是正在感染中，感染力还很强。所以刚刚其实红衣大哥提到说，到底是谁先传染谁哦？如果你看就是说提到这几位女性，她是1217的话，她 CT 值25，而且抗体阳性，表示她已经感染一段时间了。那另外一个1220，她的 CT 值也是25。好，所以他其实等于那边已经可能啦，就是说25的意思就是已经感染比较久了。对，那这个1203他其实感染的是比较最近，他 CT 值18。1203就是那个会是那个会长。会长。然后但是另外一个1221也是一样类似的工作者，就是在那边的工作者，他 CT 值16，也就代表是说16很强对，也就代表说他原来有人感染，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感染了带出去，好，然后到了造成另外一群的感染，但是他们自己内部有没有还在感染？当然有，因为你接触的比较近嘛，一起工作啦等等。傅老师要补充。我觉得那个我也觉得奇怪，什么那会长要隐匿他去茶艺馆的事情，是有什么见不得人？因为他，因为我觉得茶艺馆应该就是有人在弹古筝啊，然后大家品茶闻香，然后写毛笔吟诗作对。我感觉茶艺馆应该是这样，就显然好像不是啊，因为我看那个童仲彦的那个，他有po一些影片。对那个会长来讲，他可能就去之前要先吃高血压药。老师，那跟年龄没有关系，是跟人与人的连结紧密程度有关系嘛？那为什么狮子会长没有一开始就讲出来？可能因为母狮会生气，所以网友就母狮会生气。你知道他太太被他传染了吗？对，就是他的夫人也被传染了。在昨天的十个确诊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嘛，就是母狮子啊。所以网络上他现在在治疗当中，他也在治疗当中。然后，所以今天网络上面就有那个创作者就话说，人与人的连结，就是陈时中的用词其实相当含蓄的。母狮子对着公狮子在吼着，你到底跟人家连结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这个公狮子就说，我其实就去茶艺馆喝个茶。那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茶艺馆的连结程度是紧密的，所以才会造成染疫确诊啊。然后所以狮子才会传染给母狮子啊，所以这个狮子传染出去了很多个朋友啊，那所以这种状况仍然必须要吐实啊，所以我觉得我某种程度还蛮感谢这个狮王的。这个是童仲彦啊，前台北市议员，他说这是朋友传给他的啊，说啊这个茶艺馆里面长这个样，说叫做赤裸接触啊，因为这个都必须要马赛克啦啊，因为这个是不雅也不宜啊。这样还有极近距离的接触、哦、还有密闭空间的群聚，这样那说这个万华茶艺馆内影片流出，阿公们玩得超嗨的，哇，这个穿得很少，然后大家都很放得开、哦、那我请教一下任俊兄，是真的这样吗？我先解释一下，因为童仲彦公布的这个影片他并没有说是哪一家，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其实有一些他也就是给人家喝茶聊天，所以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就比如说像山水街那个地方，他会有一个万华茶室的文化老街，因为那个其实过去有很多的这个文史工作者，他觉得那个是万华地区的一个特色，那当然当地民众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会觉得说啊，你这有些有可能就是你这边地点嘛，不是地没得，阿北把宽得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的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问题啦。但是我要强调一下，童仲彦那个并不代表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店家就是那一些这样子。我先讲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以这种就是如果他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来讲，其实里面有很多也不一定是台湾自己本身这边的这个从事这个服务的小姐了啦。我下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是有一些有外籍啊，确实在这些茶艺店里面是有一些这个外籍的情况。但是因为其实像警方对于这个茶艺店来讲，我刚刚讲为什么他登记小吃店，其实因为人会去查，人会去查，警察其实他必须要巡，所以是不是有说像他发布的那个影片说，哇，大家身高就嗨啊，大家家来对可能有什么猜拳啊，或者是什么情况？那个我老实讲，我没有看到他讲的是哪一个具体的店家，但是确实在这个文化里面是有这些的情况，那有没有在店家里面公开玩到这样？因为
其实有很多的茶室是这样啊，你拿五，它就可能也会隔成小包，嗯，但是它的小包不是像我们一般这个酒店的那种小包厢，因为伊唔是讲隔甲一间间，因为迄地点啊，它有个特色，内底拢就细间的啦，嗯嗯，啊伊嘛无可能大甲大间到讲吼，你安尼一格一格玩起来，跟你在 KTV 里面说哇，每个人有什么十人包厢、九人包厢，大概没有到这样，所以它有很多座是那种类似像清隔间，哦，那比较有可能会有出现的情况，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有一些茶艺店，它其实是让小姐可以跟客人之间哦，你们可以有私底下的接触的行为，嗯，那有些小姐她可能为了就是说啊，我要让这个客人他可能常常来做我的常客，我下面他们其实也会有推销的这个扣打在啊，就一共啊，这个人可以拿来，那讲点酒些啥，阿姨也给给生个休假一瓶嘛，嗯，所以有些小姐她其实会跟客人就比如说塞奶啦，啊，或者是来的时候啊跟他跳舞啊，或者所以她真的会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这个接触，她可能不代表色情 ，OK， 但是因为她的接触的过程当中看起来不太会在那个地方说哇，大概吹烟 OK， 而且我们两个人隔着玻璃啊呢，嗯，不太会这样，所以她的距离就会比较麻烦。刘伟，我们现在的疫情的状况当然相对之前。前些日子是让我们觉得更紧张了，但是我们觉得也不要慌张，我们现在是进入这个第二级的戒备的这样的状态当中，但是大家从另外角度来看，是我们现在还能做疫调，就表示我们现在做疫调知道那个源头，我们现在防用围堵的方式来断绝这个病毒是还有可能性的，所以这个疫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既然要疫调，其实我们就是要不幸被染病的人，除非他当然他自己知道他染病又到处爬爬照了，这个当然法律会去处罚他，但是大体上来讲，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染病的，然后他又到处跑或工作的需要去做人的接触的时候，我们如何让染病的人他能够比较诚实的讲出他过去的一个足迹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防疫中心指挥官他在用比较我们能理解，但是比较中性的语言，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连结等等，我相信也有他的苦心的所在了，也包括他呼吁说请大家不要新闻记者或者是说体贴的呢。你叫记者莫去万华拍迄个呢？因为中央呢闹出很多家庭问题。我觉得因为万华他就有筛检嘛，其实他有可能去那边逛街或者去那边买东西，然后他认为他那个时间有出入那个区块，然后他去做筛检，那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状况里面，他就会被是不是会被他的家人或谁去打上问号，他是不是有去茶室啊等等？那至于这个茶室，我们当然茶室有分好几种，有一个纯喝茶的嘛，有些像也许不排除像那个。前议员他所 po 的照片，或者是我们一般的认为他里面其实除了喝茶之外有跟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所以这个当下如果大家要去拍去说谁去做筛检，那难免会对这些人的产生，我们是要疫调，但是我们不是要去介入这些人的家庭生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分别清楚。发生这个疫情这样才两三天，很多朋友跟我的餐叙都取消了，你看餐厅影响多大，好，然后游览车说因为毕业旅行取消了，进修嘛取消了，然后这个什么学校之间的交流也都取消了，游览车行李工被取消的九成啊，好，所以这个疫情为什么需要全民一起控制，就是这样，就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接下来恐怕伤害的是每一个人，对台湾经济影响太大了。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我相信这两三天大家的变化都很大，这个大家一定没有想过一年多前的武汉一个人一个病毒然后扩散成全世界，现在14000个人感染，300多万人死亡，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真的不可以轻忽，那这个是那位狮子会的前会长，当然他活动很多了，他就是在5月4号台北市万华某茶艺馆他晚上去的，然后你看看现在大家都要查，就是说这些这个茶艺馆到底是谁去，是谁感染了谁那被感染的人又去了哪里，来我们来看一下。消毒
大规模消毒，多个店家因为都有狮子会二十人确诊足迹，业者生怕有疑虑，紧急闭店大清消。泸州狮子会相关二十人海量足迹现在也曝光了，那么其中也有人来到国父纪念馆这边来欣赏亲子演奏会，当时估计人潮也不少。母亲节前后，巧虎奇幻音乐会共演出四场，除了艺文场域有足迹，大台北地区还有远东搜狗、复兴店、信义区的胡同烧肉五号店、台北地下街、市民大道、东兴路交界一间卡拉 OK 和北投好事多都有足迹，但最关键的是这个案1203狮子会前会长被查出呢，曾到万华的某间茶艺室，如今狮子会呢已经有二十个人确诊，相关足迹也遍及五个县市，远至基隆八斗子、石门海鲜餐厅，再来淡水五股、芦洲也有两间牛排馆、多间餐厅、两间按摩店。三重则是例行市场、婚宴会馆，新庄人潮多的好事多也有，再往南一点，林口三井奥莱、桃园多间小吃，新竹则是城隍庙。当然是担心啊，因为他们也都不敢开门啊，变严重了，所以要消毒啊。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社区里面也要量体温，还要喷酒精。足迹遍布五个县市，北部大仑县民众绷紧神经，就怕自己也有去过相同地方。狮子会惊人一传十九，虽然指挥中心框列百名接触者，但足迹广、接触者多，也让疫情再拉警报。我们看一下这个狮子会会长贴了多少，以五月八号总共啊有11个行程呢。三重例行市场、养老堆霸王、松滨餐厅、什么阿秋越南美食、林口三井奥莱、三重区某热炒店，就以为说，哎、欸，那怎么一直讨论这个会长？这个会长接触多少人啊？你要知道，他五月八号十一个行程，请大家看看五月九号又是十一个行程嘞。选总统，感觉他要选总统了，就选总统、选立委，他相关的人员的总和的可能的行程啊。不是他一个人的行程，不是他一个人，哦，不是他一个人，他周边二十个人，他总和就是这群人的，就有这群人不知道已经被感染了，或比较有可能被感染的怎么可能？就是这个狮子会长，他传染出来的现在的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已经有被调查，被调查出来的行程，哦，不然有些不是他一个人，有些时间是重叠到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我那个狮子会长每去国父纪念馆听黑亲子音乐会，看丢嘞。应该不，这个跟那个查得这样骂。如果真的是他一个人跑那么多的行程，那个规模是要选总统的规模。对，这个招规模。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說，我觉得网友做这个哭手，我觉得让大家有点警惕啦。说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我一定会很惨。因为为什么会很惨？因为这个。会被老婆打死，确诊的话会被这个死亡率会很高哦。为什么一直在开玩笑讲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你很难解释说啊，我可以帮他冲下，我可以爹爹妈冲下，所以那个东西会让有些人会想要隐瞒这样子一个状况。这是为什么陈时中一直担心疫调困难？对，所以我也在呼吁，这是今天反正很多网友贴出来的，11点多中午12点他们就收到的简讯，就是告诉你说，事实上就是告诉你说啊，你收到的在万华地区怎么样？这样高风险地区的话，你应该赶快去刚刚讲的是社区检验站或什么地方做检筛检。这个他告诉什么？这有60万封简讯，所以。其实任何人都有这个可能性，不用大家不要去在意说我到底是去小吃店还是去卡拉 OK 还是去谈还是去，因为你如果在万华 对不起我这个范围其实很大，因为现在啊这个疫情指挥中心框列这个地点就东康定路、南和平西路三段、西梧州街、北桂林路，框列的时间是很长呢，对，4月15到5月12呢，对，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月的时间哦。如果你有在这边活动，恭喜你也不坐公车啦，龙五口里，而且龙山寺拜拜，所以就鼓励大家说，你哪金刚刚你有症状哈，不要在意你去哪里啦，你只要在这个框列，你有收到简讯，你有症状，你得赶紧检查，然后真的有状况，赶快把那个疫调的源头厘清清楚，那个是我们现在最在意的，因为你看一传二十，二十个、十九个，这传出去，你看连宜兰都可以这样传出去，你就知道他那个范围其实是很需要的。严重吼，跟他们你看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唱卡拉 OK。大家都没人戴口罩的嘛，就大家没人戴口罩去乖啦，唱卡拉 OK 不会有人戴口罩，对啊，然后而且他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口水这样子进去，你也不知道那个轮来轮去的麦克风，他也不会去每次唱完一个人下一个消毒，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怕了。所以现在说，因为那一团就有100多人啦，所以的确那个范围牵涉的人是多的，是大的啦，对。那所以大家当然会因为这一团而担心，所以他们如果再扩散出去的话，如果不诚实，我觉得会
罪加一等啊，母狮子会更生气、啊。所以你还不如就土食，你土食的话，让这个社会能够更为安定的话，我觉得母狮子搞不好还会消气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诚实。啊、是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哦，因为这个基隆那个摆摊的妇人，哈、哦，他说他有到万华来这个卖茶嘛，嗯、然后呢有无松海顺，他五度去诊所就医嘛，哎、欸，这嘛就危险的呢，林医师。对，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罗东那两例，从医院急诊那边的医师有筛检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我有没有警觉了。这一次我比较担忧，就是说这一次的感染者，虽然他们看起来活力很好，嗯，可是其实很多是中年以上的人，对、嗯。那中年以上，其实他发生并发肺炎，一个容易感染，第二个并发肺炎或者是就比较严重的症状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了、嗯，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部分。这边再补充两件事情哦。就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都讲 TOCC 嘛，你的你是什么职业、嗯、你最近有没有出国旅游？可是现在像这一次的案子，假设我们看到他是从诺富特或者是这个机师这边一路出来的话，最近这一批感染者都没有出国嘛，嗯，他都不是做什么机师啦、医师啦、护理师这种行业嘛。再来这几个人，他的工作其实简单说一件事情，你说就算今天他真的跟医生说，哦，我在茶艺馆工作，嗯。其实你要叫医生自己警觉说，哦，茶艺馆很危险，其实不太容易啦。我、哦、必须讲说，我们过去我们都在问 TOCC， 像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医院，即使我的病人只是来做抹片检查，我都得问他你最近有没有出国，你做什么工作，都到这种程度。可是这个也是对医疗人员的挑战，就是说现在假设国内有本土感染者的情况之下，你的 TOCC 很难问，你顶多只能问到你有没有群聚。哦、你有没有跟陌生人接触，对我们来讲大概问到这件事。看一下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在啊，现在我怎样哈，就是讲饮哦，合作什么饮酒店，也可以叫清茶馆，嗯，也有叫小吃店呐、啊，有没有？对，好、哦，然后还有什么？银河百家乐嘛，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是银河百家乐，现在还有叫大地球游艺场，嗯，巨城电玩、美金饮酒店、风香清茶馆，这个好像大概都差不多的，对。啊，对不？就是因为其实它的登记，应该讲我们营业登记项目其实并不会去限制你那个最后的那个名称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这个啦，就因为我去挂香啦，嗯嗯，去青龙宫，嗯，去鹿港竹安宫，去红万的普天宫，北港的朝天宫，嘉义布袋嘉应庙，新温的嘉应庙，还有南坤新哦，嘉应庙的冲水路。这个柯林，这个行程会不会危险啊？会哦，因为他们要有交通，交通就是而且游览车嘛，游览车那游览车上面有空调、嗯，然后呢，他们去进香一起吃这个素菜，然后一起住在那个香客大楼、嗯，那香客大楼看起来是蛮多人同一间的，那所以睡觉啊，然后生活在一起那个。距离都会很近，一起吃饭、嗯，一起睡觉。然后如果南部天气热，又开冷气，又有空调，嗯，这些恐怕都会是一个高危险。所以疫情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不再爆哦。对哦，所以这一条线是茶室，另外一条线是进香团。对，进香团那一条线，我觉得也要特别留意。嗯，好，那今天呢、啊、发生一个有惊无险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今天说基隆这一个1217啊，这个去万华卖茶要加引号这个人、哦、他竟然、啊、去台南正统的鹿耳门圣母庙，结果同一天我们的小英总统也出席圣母庙妈祖的绕境活动，黄伟哲市长出来说他们同一天，但是大家放心，因为总统是会知道来了这个进香团才进来、哦，以供这是张飞跟岳飞生长在不同年代，这是没有疑虑的。恭喜你，这么好稳呢。我觉得现在第一个这个时间，他们时间差了好几个钟头了。嗯，这第二个现在因为防疫期间，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当然总统会跟民众会接触，甚至握手啊、拍照啊等等。现在疫情以来，其实总统就算跟民众也是挥手，其实有一段距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虚惊一场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件事。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说是他，总统先到离开了以后，进香团才来，你怎么知道？
前面一团，对，前面那一团有没有？不是，没有啦。其实他如果人来回，其实不会有事啦，除非那个人就是挤在总统旁边，跟他说悄悄话，这样就会比较风险啦。可是如果说他的距离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看，而且总统全程他都一定是戴口罩，对，都是戴口罩的。是好。那另外呢，讲五股啊，有一个里长嘛对啊呢，好，五股这个里长中啊。他说：“这个五股的里长染疫之后，他还举办百人母亲节活动哦，现场还有议员出席。然后呢，这个里长是在五月六号的时候跟狮子会的那个会长参叙，然后五月九号他还举办母亲节活动。那办那个活动呢，有百名妇女参加，连地方的议员也受邀到场。那重点是什么？”重点说，里长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确诊啊，因为我一切很健康啊，这个事情才严重啊，等于是无症状，这是无症状感染，它是有传染力的呢，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因为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专家说，可能会进入第三级。那如果是第三级的话，要不要像侯友宜市长讲的说要封城，或者是这个？我们要大量的这个普筛或快筛，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